即刻有万种体会，何苦把好事看可悲？你的未来必定很美，多可喜可贺的结尾。泪滴落成鸟飘，轻飘的微流，在你这里穿胸口，悄悄的滑倒，装下半冷我的我，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我的泪真要飘，就往心里飘，含目泪的怎能为这小事泪掉？这宿命已悄悄，人生剧本已定稿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我请客，哎，谢谢白哥。斌哥来了，来，喝一杯，来。干什么呢？庆祝啊！庆祝什么？有什么好庆祝的？庆祝我啊，从今天开始就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啊？有什么好不一样的？你是不是喝多了啊？哎，来了，妈妈。斌哥，喝杯酒啊。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今天一来就是要找你庆祝。我还在想你们要庆祝什么。庆祝什么我怎么知道？你学校老师招到了？招到个屁，连条毛都没有啊。他今天一来就特别的兴奋，我还以为你们学校的事情解决了。兴奋？他那个是崩溃好吧。崩溃？你见过这样崩溃的？所谓物极必反，乐极生悲，悲极了也能生乐吗？拜托你能讲些我听得懂的。为情所困，他现在已经有点精神错乱了。才精神错乱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家 Rachel 说的特别对。你知道吗？今天钟芊芊的妈妈把小白叫去了她家，她回来就变这样了。不是吧？见家长了。叶老师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钟老师啊，你有没有跟小白在一起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我哪知道啊？我刚才看到他了。你刚才看见他了，你还问他和没和我在一块儿？啊，我这不是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别瞎想，你们俩最近挺好的吧？廖学冰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俩好着呢，冰云还在我家呢，我没工夫跟你瞎扯淡，我挂了啊。神经病，怎么了？他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啊，胡言乱语的。哎，我一会儿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等会儿那个莫老师来接我。哟。有新情况啊。是我们俩能有什么新情况啊？他顺路。能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哎呦，他真的只是顺路啊。哦，好好，顺路。哎，斌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有事先走了啊。小白哥呢？他应该没什么事，应该是太开心了。他们这一两个都怎么了？说白了就是一个情字啊。你是？请问这里是
钟柏家吗？是的。少爷现在不在家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查水表。查水表？昨天不是已经查过了吗？查过不能再查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现在要出去一趟，请你明天再过来吧。廖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家访。家访？请放过我们家路由器吧。神经病！怎么，看见我不开心啊？你想啊，我放着学，我唱着小曲儿，想回家撸两把，可你突然来个家访，换你会开心啊？开门！妈，廖老师又来家访啦！妈还没回来呢，廖老师来家访啊？没错，就是家访。我妈不在家。小白有什么事儿，你直接跟我说就行。啊，对，这个钟柏同学平时在学校这个……钟老师，你家就你一个人吗？不是还有小柏呢吗？我是说，除了钟柏和你以外，有没有其他的人呢？不是还有你呢吗？就这么仨呀？廖老师，你就放弃吧。我妈真的不在家，她这哪是来找咱妈的呀？你是来找冰云的吧？还是你最了解我，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被莫永泰接走了。被莫永泰接走了？被莫永泰接走了？钟老师，你是冰云的闺蜜，你为什么不拦着点啊？就是因为我是她的闺蜜，所以我才不能拦着呀。人家正常交往，我有什么理由要拦着呀？正常交往，她和莫永泰是正常……哎，廖老师，你别忘了，现在你跟冰云已经分手了，可冰云跟莫永泰呢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两个人就算出去约个会，也是很正常的。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钟老师，你帮谁呢？我当然帮我闺蜜啊。我觉得啊，我一会儿好像有事要先走了。你呢，要是想继续家访，就和小柏留下来继续等我妈，我就不奉陪了。廖老师，我得上去写作业了，我妈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多子，孟老师，今天谢谢你了。你跟我可不用客气啊，我之前说过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都顺路。好吧，那我上去了。冰月，明天呢，我想请你吃个饭，你看？可以啊。好，那回去一会儿好好休息，明天还要工作啊。嗯，晚安。你什么时候上来？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说你走路能不能有点动静？刚才你送冰云的时候我就上车了，要不是你看太入迷，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在你车上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字面意思。有话就直说，别他妈拐弯抹角的啊！好，那我就跟你掰扯掰扯。你跟我掰扯什么啊？下来。你闭
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对冰云是别有用心啊。我顺路送女同事回家，我怎么就别用心了？那你送送我呗。不顺路啊。你住哪儿我住哪儿。前飞车党老大廖学兵晚上回家还要让别人送，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个事情告诉你那小弟啊？你信不信我小弟知道你对冰云别有用心，他们一定阉了你啊。廖学兵，好歹呢你曾经也是个人民教师啊，你天天把这么幼稚的东西挂在嘴上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好歹你现在是个人民教师，你这样出尔反尔，你丢不丢人呢？我什么时候出尔反尔了？你说过你要放弃冰云的，可是你现在不但不放弃他，还送他回家，你这不是出尔反尔，你是什么？廖学兵，我之所以放弃冰云，是因为我尊重了冰云的选择，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会幸福，可是你看他现在呢？他现在非常幸福。你确定吗？啊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冰云这次会被绑架吗？他被绑架纯属是个意外，你不了解中间的情况啊。我是不了解，而且呢我也不想了解，我只知道冰云对你非常的失望，你让冰云陷入了危险之中，冰云他一点都不幸福。我们俩只是闹点小矛盾啊，你这是趁虚而入。你说我趁虚而入是吗？好啊，我认了，我就是趁虚而入。反正呢我是想让冰云更幸福。冰云可不是你叫的，你应该叫苏老师。廖学兵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幼稚啊？我幼稚？你趁虚而入破坏别人感情，你才幼稚。廖学兵，我告诉你，为了冰云的幸福，我这次不会再让着你了。你让着我，需要你让着我吗？只闹点小矛盾，小矛盾呢、啊、你懂不懂？我跟冰云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我认识他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活泥呢。总之我会盯着你的。神经病吗？我会盯死你的。来了，白哥。来，喝杯水，这一身的酒气。昨晚这没睡好啊，这是。哎，昨天晚上喝了一晚上酒，怎么了？今儿有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上次来找你那女的又来了，带了一大堆的朋友，让我们给他们的车体检。这么点小事儿，你自己处理吧。我先歇一会儿，你有什么事儿叫我，啊？行，那你歇着，白哥。小白，叶小白。来车厂干嘛呀？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我能干什么去啊？昨天晚上在酒吧喝酒啊。你去酒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没听见呗。你发生什么事你得让我知道啊。你现在知道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没怎么呀。哦对了，老王让我去一下他车厂，我先走了。叶小白，今天篮球赛大家都加油了。嗯，我肯定会加油。该准备上课了。好，集合。向右看齐。向前看，首席。莫老师，队形整理完毕。莫老师，老王，想一想啊，今天呢，主要带你们练习三步上篮。作为你们的代课班主任兼体育老师呢，我不想让你们在接下来的篮球比赛当中输得跟个垃圾一样啊。莫老师，这里是足球场，
啊，我知道，这节课本来的内容呢是练习三步上篮，可是下雨了，这个篮球场进水了，你呢带大家跑两圈啊。向左转，跑步。莫老师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去吧。廖学兵，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我上辈子欠你的。你不是喜欢海边那排小屋吗？我都已经想好了，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给你买一栋，就是那栋，早晨起来可以站在露台上看日出，晚上坐在门口的躺椅上看日落。我答应过你的就一定会做到，相信我，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抓好啊！啊！我爱你。
我也爱你。芊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不开心啊？派城打球不好好打、啊，你自己看。您现在每人五十个福利提升，立刻，我们现在马上。赖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其实我这次过来家访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张月星同学。保安也来家访啊？也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现在既然你们已经是一家人了，他不愿意多做，你就多做一点嘛，他不会一直这样子的。这几位是我们几个股东一起推荐的老师。听听。这不是你应该过的生活，那你告诉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回到你钟家，做你大小姐的生活。最真笑脸，许下诺言。